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经济学的课程。同样的，今天和我一起讲授经济学课程的讲者是国立台北商业大学的教授郭俊贤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学的课程。今天由我跟周丽娟老师呢一起跟同学们来介绍外部性。首先周老师会介绍外部性，以了解外部经济的经济效率。那接着由我来介绍解决外部性的方法。首先呢，我来介绍本讲次的单元目标，我们要了解外部性，了解外部经济的经济效率，了解解决外部性的方法。好，那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经济学上册第十七讲。那我们将带领同学来学习外部性是什么，外部性的经济效率跟如何解决外部性的问题。首先我们先来认识外部性是什么。第一节，外部性的定义。什么是外部性呢？外部性的英文叫做 externality， 它指的是经济个体的行为无常的影响到其他经济个体的一个现象。日常生活中，我们到处都可以发现经济个体的行为影响其他人的外部性的现象。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有时候真的都会影响到其他人，那其他人的行为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外部性随时都会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外部性有时候会带给其他人利益，但有时候外部性也有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伤害跟损害。举例来说吧，我们有时候经过骑楼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瘾君子在吞云吐雾，他散发出的二手烟的味道会造成许多不抽烟的行人的不舒服感。当你在电影院欣赏电影的时候，邻座的观众大声地和他的朋友在讨论剧情，那么也会影响到你欣赏这部电影的兴致。另外，邻居为了要装修房子，施工的时候产生了巨大的吵杂声，使人的心神不宁，造成其他邻居的损害。或是学生在课堂上喧哗聊天，对讲课的老师产生外部性的干扰，因而造成老师上课的分心，以及伤害到其他想认真听讲同学的权益。另外，开车族不专心开车，边开车边讲手机的行为，不仅是一种危险驾驶的行为，同时也会影响到其他驾驶或是用路人的行车安全的一个威胁，甚至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跟意外，这所造成的这些损失。以上我所举的这些所有的例子都是外部性，都是造成其他人不愉快或是有所损害的外部性的情况。那这种会造成他人损害的外部性，我们又称为外部不经济，叫做 external diseconomy。而外部性使得受影响的经济体产生损失的时候，那这种损失我们就称它叫做外部成本 external cost。外部性不只是会造成其他人不利的外部不经济而已，外部性对其他人的影响也有可能是正面而有利益的。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吧，骑楼旁边的店家主动的清扫打扫骑楼，维持环境的整洁，邻居花园种植美丽的花朵，花朵盛开了，让人家经过的人觉得很赏心悦目，心情愉快。或是街头艺人在捷运站出口拉奏优美的小提琴，让乘客可以听见美妙的音乐声。厂商生产先进技术外溢，或是采用绿色能源减少污染的外部性。像这类的外部性会使得被影响的经济个体是获得好的影响，好的利益。我们将这些被影响人影响而造成的利益称它叫外部利益 external benefit。 这种产生利益的外部性的现象，我们又称它叫做外部经济 external economy。值得同学们注意的是，同样的经济个体行为会因为受到影响者主观感受不同，产生不同的外部性。举个例子来说吧，
正在准备报考音乐系，他每天都在练习他的拉小提琴。那对无事一身轻正在休息的邻居王先生来说，他就会觉得这种美妙的音乐产生了一种正的外部性。但是呢，假设是有一个人他正在写论文，可是他听到这个音乐，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的专心的思考，所以他反而觉得这个小提琴声很吵。所以这个时候同样是小提琴的音乐，有些人会产生负的外部性，可是有些人就觉得哦，那是美妙的音乐。此外，同学有没有发现家中附近早餐店的店员服务态度不同，也会对顾客产生不同的外部性。举例来说吧，如果这个店员整天摆着一副扑克脸，不耐烦的这个服务态度，对顾客就会产生负的外部性，导致呢客人不想再来去消费。反之，如果店员的服务很亲切，笑容可掬，就会让顾客觉得如沐春风，就会觉得呼朋引伴的来继续消费。所以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服务态度很重要，有可能对顾客产生不同的外部性，甚至对顾客你的老板的收益会造成不同的外部性的影响。所以我们总和来说吧，经济个体的行为对他人产生的利益的外部性，我们就称为外部利益，或是外部经济，或是我们就白话文再讲清楚一点，就是产生正的外部性。如果对他人造成伤害损害，我们就称为外部成本，外部不经济，或是白话文讲产生负的外部性。因为人类是群体的动物，我们无法躲在深山里头独自生活，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必须和他人接触跟互动，因此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的都会影响到其他人，同样的，别人的行为也会影响到我们个人。所以外部性是我们日常生活随时都会碰到的正常现象。那各位同学在了解外部性的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对外部性也有了基本的认识之后，接着呢，我们继续来探讨外部性如何影响经济活动。外部性是否会影响到经济效率呢？当有正的外部性，也就是外部经济产生时，会对经济效率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相对来说，如果发生了负的外部性，也就是外部不经济的时候，经济的效率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二小节，外部经济的经济效率。我们知道，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其他人，造成外部性，而通常外部性的影响是无偿的，就你不用付出代价。也就是说，不论是对别人造成外部经济或是外部不经济，经济体本身都不会为其行为的负担成本或是获得好处。在这种情况之下，市场的价格机能可能没有办法合理的配置这个资源，所以当社会资源无法有效率配置的时候，经济效率通常就没有办法达成了，进而就会产生市场失灵的情况。那到底什么情况之下，社会的资源可以有效率的配置呢？事实上，只有当一个商品的社会边际成本等于该商品产生的社会边际收益的时候，该商品的产量就是社会的最适产量，那社会上的资源就可以有效率的配置了。也就是说，当商品的生产达到社会最适产量的时候，同时也会使得社会的净效益是达到最大，造成经济效率。但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经济体本身不会为其行为负担成本或是获得报酬，经济体本身行为造成的社会边际成本就不一定会等于其外部性造成的社会边际收益，因此外部性很可能会带来经济没有效率。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外部性会造成外部经济跟外部不经济两种情况，以下我们将继续分别讨论外部不经济跟外部经济两种情况之下的经济效率，并且与有效率下的经济效率我们来进行比较。
首先我们来探讨外部不经济情况之下的经济效率的影响。假设一种情况，在河流的上游的工厂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排放出废水，而这些污染的废水对下游的住户会产生了外部不经济，造成了负的外部性。那消费者对该工厂产品的需求线正是厂商的私人边际效益，同时也是等于社会的边际效益，而厂商的供给正是生产者的私人的边际成本。但是因为厂商造成污染的外部性，这时候社会的边际成本必将工厂生产污染的产生的外部成本要纳入考量，因此社会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厂商的私人的边际成本。那厂商在追求利润极大化会生产，当其私人边际利益等于私人边际成本。换句话说，就污染的厂商来说，在没有考量而且不用负担成本本身的生产情况之下所形成的污染外部性的时候，那么它的利润极大化的产量就是在我们图中 MPC 线与需求曲线 D 相交的10的均衡点上。那厂商会选择生产的数量是 Q0 的数量，但是整个经济社会来说，因为厂商的生产过程排放的废水对下游住户造成了外部不经济，产生了外部成本，那对社会形成负的外部性。那事实上，社会真正的边际成本应该是包含了负面的外部成本的 MSC 线，而不是厂商无偿性的私人边际成本 MPC 线。所以在考虑了外部不经济的情况之下，社会最适的产量应该产生在社会的边际效益等于社会的边际成本的10000点，而社会最适的产量就是应该为 Q1。同学需要特别注意，在这个图形当中，在 Q0 产量之下，厂商的边际成本线 MPC 线跟社会的边际成本线 MS 线的差距，就10到12的这个距离，反映的就是厂商的外部不经济造成的损失，外部成本。好，这个损失就外部成本。总结来说，在外部不经济的情况之下，因为造成了外部成本的生产产量不会考量它对社会造成的成本，那在追求本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之下，它所生产的数量 Q0 数量会比考量社会成本社会数量的 Q1 一定会来得大。那在厂商生产的 Q0 数量之下，会造成社会的无谓损失，就在我们图形所显示的三角形的面积，也就是10、10000、12所围成的三角形面积，这就是不符合经济效益了。接着我们来继续来看外部经济情况之下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假设有一家厂商利用人工技术制造的机器来生产产品，而人工智慧的技术外溢效果和人工智慧的应用会使得社会上其他的厂商或者消费者得到的外部利益产生正的外部性，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外部的经济。从上面的图形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厂商产生外部经济下的情况之下，厂商在不考虑本身生产制造的外部经济时，在追求本身利益极大化的前提之下，厂商会在厂商私人的边际成本等于他私人的边际利益的情况之下进行生产，也就是在我们图形中 MPB 线跟 MPC 线相交10点的位置上。这个时候厂商追求利润极大化的最适产量为 Q0，虽然这个时候厂商已经达到了利润极大化，但是由于它的生产对社会造成正的外部性，所以社会的边际利益会比厂商私人的边际利益还来得大。社会的边际利益应该是以包含了厂商外部利益的社会边际收益线，也就是 MSB 线来表示。那因为厂商的边际成本就是社会的边际成本，所以厂商的边际成本线
MPC 线，就会等于社会的边际成本线 MSC 线。所以在考量厂商造成的外部经济之下，追求经济效益的社会最适的产量，应该发生在社会的边际效益等于社会的边际成本的一万点，所对应的产量 Q 一点。在外部经济的情况之下，因为造成外部利益的生产的厂商，他不会考量他对社会造成的好处，也就是利益，在追求本身利益极大化的前提之下，他所生产的数量，均衡数量 Q 零，会比考虑到社会效益的社会最适产量 Q 一，它会来得小。同样的，在 Q 零产量之下，厂商的边际利益线 MPB 线跟社会的边际收益线MSB 线的差距，也就是一零到一 two 的这个差距，反映的就是厂商外部经济所造成的外部利益。所以简单来说吧，在外部经济的情况之下，厂商生产的产量 Q 零，它是会低于社会的最适产量 Q 一。那 Q 零它是小于 Q 一的。社会最适的产量应该是要发生在社会的边际效益等于社会边际的成本一万点所对应的这个产量 Q1， 但是因为厂商本身在生产的时候，它不会主动的将它生产所造成的外部好处，也就是外部利益纳入考量，它只会选择它厂商自身的利润极大化的产量，就是 Q0 的数量。所以那这个 Q0 它是小于 Q1 的。Q0 市场上现在生产的数量 Q0 过少的生产量，就会造成整体社会的经济效率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因为厂商生产的太少，所以会造成社会的经济不效率，也就是所谓的无谓的损失。那这个生产过少造成无谓损失，就是在我们图形 17.2 中的三角形面积101112所围成的面积。那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在厂商生产造成负的外部性的情况之下，市场上会产生厂商生产过多的情形。另一方面，当厂商生产正的外部性的时候，就会刚好相反，它会产生了厂商生产过少的情形，两个都会造成资源无效率的配置，产生了所谓的无谓的损失，无法使得社会的效益达到极大化，都会对经济效率造成不好的影响。那接着呢，我们就由郭俊贤老师来告诉大家如何去解决这个外部性的方法。好，是17.3节哈，解决外部性的方法。前面的内容呢，我们了解到经济个体的行为对他人造成外部性。那当这个外部性产生利益呢，那就是所谓的外部经济，或是所谓产生的正的外部性。如果对他人造成伤害跟损失的时候呢，就称为外部成本、外部不经济，或是产生负的外部性。那不管是外部经济或是外部不经济呢，都会造成资源无效率的配置，那产生了所谓的无谓损失，因此呢，无法使得这个社会效益极大化，就会产生了市场失灵。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而让整个经济体重新达到经济效率呢？好，经济学家主要提出了将外部性内生化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来尝试的解决这个问题。所谓的外部性内生化的解决方法呢，就是想办法让经济个体在做个别决策的时候呢，他必须将因为他个人行为所造成的外部性呢，纳入他生产时的考虑之中。那这样的概念就是将外部性内生化的概念。那外部性内生化具体的做法就是针对比如说造成负外部性产生污染的厂商，对生产造成的污染予以课税或处罚，那使得生产时的外部成本就会内生化了，厂商就必须支付那个污染成本。相对来说呢，对那些产生正外部性的厂商则选择让外部利益内生化，政府可以对那些厂商产生的外部利益呢进行补贴
或奖励。好，所以以下呢，我们就进一步来介绍几种常见解决外部性方法的做法。第一个就是对污染厂商课征所谓的皮骨税。通常呢，针对造成负外部性的厂商呢，如果想要让它的外部成本内生化的做法，最常看到的就是对厂商课税。那皮骨好 ，PGO 好 ，AC 皮股是第一个提出这个建议政府用租税来矫正外部不经济方法的一个经济学家哈。那政府用来矫正外部不经济的租税哈，那课那个税啊，我们就称叫皮股税 （Pigorin Tax）。好，以下我们可以利用课本中的图形来说明政府如何课征皮股税，来解决所谓的外部性的不效率的问题。图形中显示呢，当厂商生产具有负的外部性的时候呢，厂商原来没有考虑对别人造成外部损害时呢，他一定会选择生产当他厂商私人的边际成本等于私人的边际效益的 Q 零产量，也就是均衡价格跟数量会发生在厂商的边际成本线跟需求线的交点一万那一点上。那事实上，社会上最适产量的应该是发生在社会的边际成本线跟需求线的交点一零上面，也就是说，当社会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产量才是最适产量。那我们发现，在厂商造成负的外部性的情况之下呢，厂商生产的 Q 零产量会大于社会的最适产量 Q 一，那同时也会造成社会产生的三角形一零一万一零一 two 的这个面积的无谓损失。这个时候，如果政府对厂商课征皮骨税，让厂商将其生产造成的负的外部性内生化，那厂商私人的边际成本就必须要加上支付给政府的皮骨税时呢，那厂商就会减少它的生产，直到什么时候为止？直到厂商的私人边际成本刚好跟社会的边际成本一样的时候，这时候厂商的产量就会自然修正修改为 Q1 的社会最适产量，而政府课征的皮骨税额刚好就可以设计在怎么样产量 Q1 厂商的边际成本线 MPC 线跟社会的边际成本线 MSC 线之间的一万一 two 这个差距。所以当厂商被课征了皮骨税之后呢，就会将它的生产量减少为社会的最适产量 Q1。那原来因为外部性厂商生产造成的负的外部性的问题呢，跟不效率呢，就可以获得解决了。好，除了对负的外部性如污染课征皮骨税矫正之外呢，其实政府也可以考虑哈，让厂商购买所谓的污染权，啊，才可以继续生产的设计呢，来解决负的外部性问题。啊，例如在面对厂商排放二氧化碳、空气污染造成这样的外部性的问题的时候呢，政府除了可以像前述哈，对排放空污的厂商课征皮骨税来降低其空气污染的数量，其实另外一方面呢，政府也可以设计出让厂商必须要付出成本来购买污染的权利呢，才能继续进行生产的这种机制的规定。这时候呢，厂商如果想要继续生产，他就得依法先向政府购买污染权，而必须付出了成本，而厂商必须因为支付污染权的成本内生化，就可以使得厂商减少生产，降低污染。我们可以利用上图呢，来比较皮骨矫正税跟厂商购买污染权的对照哈。那图形中的纵坐标是污染的价格，横坐标是污染的数量。那均衡的污染价格呢是 P 啊，均衡的污染数量是 Q。那左侧的图形中呢，政府可以先课征皮骨矫正税来制定的污染的价格，那而由价格呢，跟市场的污染需求线呢相交，决定了厂商的污染数量。这样的顺序是先借由对厂商课征皮骨税，来设定均衡价格，再来决定污染的均衡数量。相对的，在右侧的图形中，政府则是先决定社会可以接受厂商的污染数量 Q 后，再由厂商的污染权需求曲线决定出污染的价格 P。那这时候的顺序则是由政府先借的可以容忍的均衡污染数量确定以后呢，再来决定污染的均衡价格。
虽然两种方法对军人价格跟军人数量的决定顺序不一样，一个是先价格而后数量，另外一个是先数量而后价格，但是两种方法最后决定出来的污染价格跟污染数量都相同，效果也会相同。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那个交易成本扣失理论。前面介绍的方法，皮股矫正税或是污染交易权，都需要政府介入来干预，来解决外部性的问题。但是如果政府没办法介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有效的解决在私人市场中解决外部性的问题呢？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前提跟条件之下，私人市场也可以自动的克服跟解决外部性的问题呢？好，经济学家罗纳德·寇斯 （Ronald Coase） 就提出了，在满足一些前提的假设之下，不用透过政府的介入，相关经济成员就可以透过自愿协商的方式，一样可以达到社会资源的最适配置，外部性的问题一样可以顺利的解决的理论。而这种私人市场可以自动解决外部性的理论就被称为寇斯理论 （Coase Theorem）。那寇斯假设包括外部性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 很低，或是接近于零，交易的人数跟范围都很少。那财产权的界定归属界定清楚明确，以及法律确保可以支持财产权的行使等。那寇斯认为，外部性的产生最主要的关键是在于财产权界定的不清楚，只要透过法律明确确定的财产权，再加上满足上述几种条件之下，相关的经济个体便可以透过彼此之间的谈判协调来解决外部性问题，那也可以一样的可以让资源呢达到有效率的配置。理论上来说啦，寇斯理论是真的可能有可能可以达成的，但是我们知道在真实社会中，通常经济个体中存在外部性问题的时候，很可能会涉及经济成员的人很多，那彼此之间呢会发生的交易成本通常也不会太低，甚至说财产权并没有法律或是可以确实来界定，那财产权的执行等问题都存在的。所以说要同时满足寇斯理论所提出来各种的这个前提假设呢，经济个体可以透过私下的协商交易来解决经济无效率的外部性问题并不多见，因为这些前提的假设也就限制了寇斯理论的有效实际的有效的应用性。好，这一章呢，我们介绍了个别的经济体个体的行为会无偿的影响到其他经济个体的外部性现象。那个人行为呢，使得被影响的经济体个体获得好处或利益的时候呢，我们称为造成的利益叫做外部利益，叫 external benefit。而产生利益的外部性也是正的外部性，同时也称作外部经济 external economy。但是当经济个体个人行为使得被影响的经济个体造成损害的时候呢，我们就称造成的损失或是成本叫做外部成本 （external cost）， 而产生损害的外部性，也就是负的外部性，同时也称为外部不经济 （external diseconomy）。那至于外部性到底是正或负，则取决于受影响者本身主观的感受。此外，我们也学到了外部性的存在会导致市场资源无法有效率的合理配置，造成无谓损失，经济没有效率。想解决外部性的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要使得外部性内生化，使得经济个体的私人利益成本跟社会的利益成本趋于一致。谢谢郭老师的讲解跟分享，也谢谢同学们耐心的观看。今天第17讲次的内容到此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看经济学的课程内容。